现我们离最初的誓言渐行渐远。你是否还记得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，有多少勇气推迟在那改变的瞬间，有多少双眼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。时间为你转身，因为你肯冒险，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把你坚强一路向前。哦哦，一切交给时间，你会精彩呈现，勇敢和执着许下心愿，不蔡兄啊，你真想见死不救？这里没别人。我现在呢，已经不是江湖中的人了，你给我一句准话吧。觉得那俩孩子怎么样？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。你笑什么？有话就说。你是旁观者呀，和我的心情不一样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也可以做个顺水人情。可是现在，我是有嫁女儿的心情了。这怎么说？同位的父亲是我的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。他的母亲，无法被消化，曾是我的人生挚爱。如果当时我能够再细心一些，再警惕一些，同威也许不会到今天这样深入泥潭的地步。你是怕同威跟错了人？谢小飞是美国回来的纨绔子弟，名声可不太好啊，把同威交给他我不踏实。所以你是想再考验他一下，看他们的造化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蔡叔，我可以像同威那样叫吗？叫什么都行，不过别以为他到静武，我就会有求必应。其实呢，我来真的是有件事情找你，想要求你帮我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其实同威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去 CAEA 的总部跟他的偶像乔纳森一起工作。你也知道，他虽然优秀，但是还年轻。在 CAEA 这么庞大的机构里面，如果论资排辈的话，恐怕几年都轮不到他。所以，我来找你是为了希望你能帮帮他。让我出面保他去总部。对，你是 CAEA 的理事会会长，你说话很有分量，所以我才来请你帮我这个忙。他做我女朋友之后，没有一件事情顺心过，他需要一个好的消息让他振奋起来。你也知道，他真的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他真的去了纽约，你们可就分隔两地了。我很爱他，我当然想天天跟他在一起，但是呢，我
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完成自己的梦想。他那么支持我，所以我也应该这么支持他。就算异地恋我也不怕。可是我要提醒你啊，年轻人，纽约可是人才济济啊，他去纽约你恐怕连异地恋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倒不会，您可别忘了，我是来自纽约的，论外貌论才华谁都比不上我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腾威是看上你哪一点。Ghost riding That's an excellent one for sure. 谁啊？We're so close. You have one more word? 我没约他呀。Fight with us. 你能找一个地方 Give us strength, wisdom. Thank you.